周慧到底有没有整形呢？我有蛮认真的看他的脸，他的脸是有特色的，他嘴巴很大，他笑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嘴巴是蛮大的，然后他下巴角其实也是稍微会有一点点往前面这样再翘一点。我觉得我看不太出来。我有蛮认真的看他的脸，他的脸是有特色，不会到完美，某种程度上可能有做，可是那种做就是维持住他的样子，他没有特别去说我要把我的鼻子再高一点，下巴再翘一点，眼睛可能看起来是有去做那种可能贴双眼皮啊，像他我觉得最大的特色，他嘴巴很大，他笑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嘴巴是蛮大的，然后他下巴其实也是稍微会有一点点往前面这样再翘一点，所以他的脸是让人家会有印象，可是不会是最漂亮的那种脸，鼻子也不是特别高，所以我大概去研究过啊，那你说他打打肉毒啦，打打雷射啦，或是做一些那种保养型的，那肯定。繁体字什么？繁体字什么？繁体字什么？对不起。繁体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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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啊，繁体字。我现在一点哦，看得懂。好难，加油！我 fighting！ 我大学时候只有看车长，所以好难看车长。fighting！ 谢谢。Lisa， 你要学那个观光中文 wink wink 啊，观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繁体字还是简体字？繁体字什么？对不起。繁体字。繁体字。繁体字。繁